喂喂，最近我去找了一个算命佬算八字，他看我的八字缺木，然后看了我儿子的八字说缺水，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会不会怎么样？快点用你奇怪的普通话跟我说清楚，讲明白。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这个八字不求人系列。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八字缺其中几个五行是什么意思，对你有什么影响。首先科普一下，五行大家都知道是五个元素，统称为五行。五行从哪里来？从命理角度来看，世间万物都与五行有关系。总的来说，五行就是代表五种性质、五种属性，每一个元素就代表一种属性、一种性质。这些不同的五行在不同的时间或情况下碰撞在一起时，就会引发世界千千万万其他复杂的事物和关系。为什么某些事情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就发生了，早一点不行，晚一点不对？还有为什么在某个时间遇到某些人，要不就是来成就你的，或者就是来拖着你的？回禀皇上，臣夜观天象，发现近日水龙困滩，天狗废月，暮月暗淡，所以才导致宫中诸事不宁，地方异象横生。命理中的五行几千年来都被世人用来解释世间所有的人物跟重大事件，其他小事也有，包括人生安康、思想模式、行为举止等等，什么事都能从命理五行方面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态、人物都跟五行的旺衰有一定的关联性。五行是从哪里来的？在日常生活中，五行存在于空间与时间。空间就是方向，东南西北中，每一个方向只是其中一个五行。时间就是十二生肖，每一个生肖代表其中一个五行。再来，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每一个小时都有它自己的五行，随着季节五行的旺衰度不一样。比如说在2020年就是一个庚子，庚为阳金，子为癸水，2020年就是一个金水年，属于冬季。平常看来，冬季和秋季是人们冬眠的懒惰季节，无事可做。当然今年是新冠疫情年，真的印证了没什么东西可以做，除了待在家里等待春天的到来，希望明年会更好。说到这里，这跟我的生辰八字有什么关系？那八字缺了几个元素又会怎样？每个人的出生日期包含了他出生的那一刻的一组五行，就是你进入这个万千世界的生命蓝图，就形成了一个人这一辈子做什么人、走怎么样的路。当你们去找算命佬算算八字的时候，有时候遇到的算命佬会跟你说你的八字缺水，或者你某某家人八字缺个金木水火土，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就很不舒服。那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下，八字里缺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元素不是什么稀奇事，很平常，所以请放心，如果你好好照顾身体，缺了几个元素也可以活到100岁。哎，我不是骗你来安慰你哦，这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拿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人的八字来看一下。好，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请问您对特朗普的感觉和印象跟以下的 ABCD 符合了几个？现在我们接着说，
这就是特朗普的八字。首先，特朗普是个忌土，出生的时候是炎热的夏季，属于身强的八字。八字里面土火众多，所以明显的土火非常旺，可以说是一片火海。烧焦的土又硬又臭，但是心情好的时候可以显出非常热心的一面。第三，他的木这个元素偏衰。最后，他的八字里没有金也没有水，所以说他的八字也是缺了一些东西了。好，现在我们把他的八字解剖出来，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我先说一下这个图的原理，然后他八字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关系。这个灰色的外圈就是五行相生的过程。特朗普是忌土，所以土代表他自己。这个紫色像星星的东西呢，五行相克的过程。特朗普是土，克土的元素就是木，木就是特朗普的克星。下来，这个红色的分界线把这个灰色的圈圈一分为二，当中生我和代表我的元素，如果力量大或者数量众多，那就代表着这八字的主人元气强。反之，如果我生我克和克我的力量比较大或者数量比较多，那这个八字的主人的元气就是弱的。很多八字的古文献，古人追求的就是八字里的五行要和谐，可以阴阳调和，这样的话这八字的主人生命就比较起伏不大，虽然可能平庸了一点，但是不至于多灾多难。好，我们刚才说的特朗普的八字特别土火旺，所以他的元气很强，自己觉得运气好的时候就会比较自大一点。在他八字里可以克他制衡他的木，其实处于非常虚弱的处境，所以在他的现实生活中可以克他的人不多，能让他听话的人是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所以就像学校里的学生没有老师一样，可以无法无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代表他的内在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其实非常先天不足，他天生就是这样，只要是他看上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他一定要得到，得不到就不肯罢休。这就是跟那个木的位置的衰落没力量有关系。最后，他的八字偏旺，可是能帮助他卸掉一些元气的金和水力量也不存在，所以造成这个八字的主人他自身会感觉很压抑，像是尿急了很久找不到厕所，一旦给他找到厕所的时候，可能裤子来不及脱，就非常急于发泄他全部的看法跟他全部的想法，害怕你没听到他要说什么。这个金的元素在他八字里面代表着他的言行举止，所以因为不存在于他的八字以内，他的现实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感觉到他的言行和目标是很混乱的，但是这混乱的背后就是因为他太急了，他去到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的急着要插他的国旗。 Come up just fast, quick, come. Fast Fast, come on, quick. You got one minute, one minute, Martha's sake. They don't want to hear this, Martha. Come on, let's go. Qu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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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 Come on, let's go. All right, I'm coming.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今天就说到这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非常热心的帮我按个赞，也非常欢迎你留言分享一下你算命老说过什么，你少了什么元素，以及你自己的感觉。我们下次再见。现在我们说一下八字命理中当中的食神。我们把五行的每个元素分成食神，分别是正印偏印、比肩劫财、食神伤官、正财偏财、正官七煞。把五行专表食神的作用就是让它整个八字就有了立体感，比较有温度，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八字的主人，也就是日主，可以形容的比较丰富一点。